啊，对啊，你这种馆长讲了一点啊都无唔对。布袋戏呢，确实根据调查，是最具有台湾意象的文化表演啦。啊，真侪人台湾真侪人拢是布袋戏迷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在迄个年代啦，大家有可能唔知啊，布袋戏原来是安定社会三大力量之一，这想袂到啊。伊个社会功能真尼啊大，啊！我今日真欢喜吼，啊，有机会啦吼，含咱金龙兄，啊，甲咱苏提峰委员，啊，咱分林大家共同拍片合作，吼，替苏彦文，啊，替所有的这个传统的技师，吼，啊，相关的人建立一个基地啦，吼，就是咱布袋戏传承中心，啊，啊，讲到这个苏彦文是安怎吼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简单讲啊，哦，伊就是以政敌赌博安良啊，对抗总家人，对不？维持武林的安定嘛，所以这款精神是足重要啊。所以我咧讲吼，今日来我足欢喜啦，吼，足欢喜，再次来到苏亚门的故乡，温州大陆的故乡昆林。啊，我即卖吼，有这个缘分啊！我担任议定的时候来帮忙这个代志，起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布袋戏传习中心。一方面呢，展演的推广啊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传承保存。其实不是干那传承那个布袋戏相关的人啦，吼，传统技师啦、技术啦，哦啊，那个布袋戏红的衫啦，吼，种种，啊，这拢应该去保存。啊，过来就是教育传承，爱国教，兴趣也好，以后要做职业也好啦，对不？啊，过来就是观光的产业，还有一个文化创意产业。对，我们昆林吼，实在是好所在啦，吼，是咱台湾上重要的农业的这个所在。啊，我那是民主性的，我有机会参大家合作，我感觉足光荣，足欢喜。哦，啊，大家斗阵拍拼。好不好？好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